叫帕兰，来自泰国，现在在中国教中国人唱中国歌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音乐课堂。第一课我教大家这是音乐，想要唱好这是音乐有两个诀窍。第一个就是你要找到一种没睡醒的感觉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是谁在敲打我窗？是谁在发动心转？那一天被遗忘的时光，渐渐地回声出我心脏。只要找到这个诀窍，你就能学会这是音乐。第二个就是美声唱法，美声唱法很简单，就是你要注意你的底气，你要很有力量，很有底气，很有肺很大。我等这一下。是谁在敲打我窗？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？啊，跑偏了，对不起。第三课就是唱流行歌曲，你要走心，怎么走心？你要找到地心引力，往下找。我展示一下。至少有十年我不曾流泪，至少有十首歌给我安慰。现在我会莫名的哭泣，当我想你的时候。谢谢大家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了啊。